苏慧伦、刘若英两位女生在音乐节终于碰头，舞台上各种仙气风范，到了后台跟好友在一起，瞬间变成可爱的小女孩。下午啊，就收到慧伦的讯息说，我们俩是多无语，一个唱前面，一个唱后面，应该会碰。于是他就说，那他待晚一点，然后我就说，那我早点到。拍子唱错了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啊！你刚有被他吓到吗？其实没有。因为我们自己被自己在台上的表现吓到。那边躲好久，真的，应该有一小时吧。吓到我了！以后的那个表情，意思是说我演得很烂。你第一首唱什么？我等你。好啊，这样我两个都会看到。我就老三手啊，老三手是哪老三手？成全，那我就走了。那你想听什么嘛？啊？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《日光机场》啊！哦，你不是徐慕云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反击回去，南姐反击回去。因为我的脑子里是没有别的女歌手的，所以我想不出任何的名字。哇塞！只有慧伦呢，我心目中。你上前面我也听一下好了。好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，在后台玩玩，你等下上台就会唱错。走着瞧，反正有光亮。好。Oh. 我是常唱错那个人。那个趴车小弟。哈哈哈那个什么水电工。水电工。修水管。我唱完可以玩了。耶。耶。起来合唱《日光机场》吧。还要回来了。机场，哈哈，去。哦，秀他不会歌词。哦，好了。你是下降上台不是吧？对啊。输的好惨哦，回去。你都改降了，我为什么不改降？你是演急诊室的春天？不是。两位看似互相伤害却超有爱的日常，让大家看了会心一笑，也让人不禁赞叹这样的画面真的太美好啦。完全乐陈宇轩报道。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10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，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